囡仔孙呢。阿祖听到讲你破病吼，赶紧走来看你呢。阿祖笑笑哈，乖呀。小婷，阿宝宝今麦状况是安怎？今麦无代志啊啦。好佳在孙总发现囡仔咧艰苦，会赴会送去病院，啊，若无效果我都唔敢想。孙总这人吼，确实足好诶。嗯，伊真正是一个好人呢。对啦，小婷，啊，孙总欺骗你的代志，你敢告你生气？无啊啦，后来恁前想想的，伊当这样搞到三工，啊，等到是我家己想袂开，所以变来有啥物资格怪啦？小婷，这给你啦。这是什么？这叫做随身相片印表机。会使用这手机啊，甲宝宝翕相，然后会使用这印出来，做宝宝的成长记录。但是要若是回来啊，你会使甲伊做伙分享。对哦，吼，那就是你今天我翕相，来，来。这个哦，会当做安尼印出来，是啊，画质真水。是讲事业无伫个哦，囡仔成长过程伊拢错过啊，一定有遗憾的。要不过好佳哉有这个相片，等佮伊回来了，就会当透过这个相片了解囡仔一点一滴。嗯，我电话。明仔载透早要去宜兰山区做采访，哦，有真侪媒体要去是无？好啊，无你明仔载透早七点来四号接接我。嗯，阿妈，子琪，明仔载我要宜兰山区做采访，敢会当拜托你替我带一个囡仔？当然嘛是会用的，啊，你伫外口工作要较小心的哦。嗯，乖啦。你有动作出去行行的，宝宝就放心交阮。小婷，小王子的尿珠啊，敢若冻起安尼，你敢会使替伊换一下？我今晚来替替姐，稍等下。安尼真好啦，伊来当安尼慢慢行出去吼，心情就袂遐尔艰苦啦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只要解决大寮公司那边的状况，我就会让公平正大追究小婷啊！我一定要赶紧处理，赶紧回来。喂，孙总诶，刚会记得我，暗时面梦有梦到我吗？李相，你哪会当将我放袂记得？好彩我对你全家伙啊，遮尔好，我差一点点啊，就你全家伙啊去天堂享受天伦，安尼你敢想起来啊？我知啊，你就是白走王爸，要讲第300万美金的绑匪。孙总诶，真歹势啊，我实在哦是做思量我迄300万美金，所以啊，我做用心咧做功课，想要把迄300万美金摕回来。我有个专工掠走一个人，唔知这个人对孙总你来讲有迄个价值无？
我警告你，你上海莫上海往找的人，啊，若无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放心啦，我这次抓走的人不是恁家的人，是三字周刊资深记者江小婷。我不对上海小婷，你怎么人在哪？你是不是骗我？你给我听伊的声音。喂，小婷，是不是你？你讲话呀，小婷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孙总诶，你敢有听过这么好听的海风声？江小婷即摆无法度讲话啊。你要爱的证据，我等下传给你。你想我是乖乖从此传了吗？卡数若是无，你的江小婷就会变作美人鱼啊！你敢？我敢唔敢，就要看你的表现啊！等一下，我就会到地检同你讲，你乖乖从此上来。会记哩，千万唔通予人知影。你若是敢胡白来，你就要去海底龙宫找江小婷啊！喂，喂，靠！你根本是在骗我。我先打电话给小婷，确定一下。收不到信号，所以无法接通。谢谢。电话卡不通，根本小婷真正给伊抓去。小婷，小婷，你等我，快点救你出来。大姐啊，爱回家提$300给伊，要唔过这钱，唔知影要做啥物用。$300，这毋着进前监控向咱小姐的数无？啊，进前向提这么侪钱，要从啥？电话也是袂通，我想一定有大事发生啊！阿青啊，即摆进前的车打入去公司，你去查者。看这卖车卫星定位在倒位。是。也是开不通。喂，小婷，这边安怎？你千万别伤害伊哦。那都要看你的心意啊。孙总诶，我是你传好。准备好啊！我这边要过去跟你约好的地点。你先和小婷跟我讲话，我要知影伊人是不是平安。别拿废话啦！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，我哪知影你是不是要跟我装傻？你等我听好清楚。将钱提去五号码头，到时阵你就会再看到你心爱的江小婷。还阁有，从即马开始，我不准你接任何人的电话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倩玲到底是你甲谁讲话啦？电话那一直卡不通。
小姐，你是卖着急，等六个大小的时候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奇怪，现在提300万美金往五号码头的方向，是要创啥？我请啊，快点见。5号免方位，飞机5号码头操作，对，关一点了。是。然后已经把孙建廷天气码头处理了，等处理完，就轮到阿浩了。是这个时间啊，而且昨个有收到公关稿呢，啊，我透早要出门进前，阁有确认过啊。奈安呢？无卡是通电话确定者。啊，我手机也无讯号呢，你的嘞？啊，惨啊，我的嘛无呢。应该是只想过偏僻啦，只无讯号。安尼，小婷姐，即马是要安怎？还是无咱先回来？唔免啦，咱既然都已经来到这，无咱先去行行看卖，无得靠有讯号，咱就会跟敲电话去联络一下。好。